你嚼两个小块儿。这蒸的粘面子吗？哇，粘了。嗯，必须的吗？我现在直接就变成馒头那样硬了。吧，不是很那个相当，是不是？嗯，不是那么白。不是那种的。什么？就是擀不了，它得凉凉才能擀。它得凉凉的。那吃完饭再整它吧。行。是不是啊？嗯。吃完饭再整。感受感受。呀，有点粘呐。水放多了。不是，它就是得那啥一会儿。你得那个，你得让它跳闸，得待一会儿。粘吗？跳闸，你得让它待一会儿。啊，那啥。泡水，泡水，哎呀，来吧，开始。吃不了你就给扒就完事儿了，那还用考虑这事吗？朋友们啊，开饭了，是3月10号5:50。谁呀？嗯。Hello。吃不了就给扒，是吧？嗯，一会儿是你们小着，嗯，来吗？我也来大的，嗯，你尝尝木耳好不好吃？好吃啊！好吃啊！嗯，你吃黄瓜了吗？嗯嗯嗯，好像明白。对，啥意思啊？完事了。一会儿还能不能吃那个啥了？好像可能性不大，有吃的可能性不大。嗯，我先把鸡腿给你烤一下。啊，鸡腿啊？嗯，应该是6点，赶趟。我可能还会再考虑考虑。再考虑考虑。饭不吃了。吃了哈。大家好，今天吃完了，吃的不是很多呀、啊。这两天那个留言的朋友挺多，也挺高兴，但是吧，白天有事儿，孩子补习功课，完了洗衣服，嗯，反正零零八碎活儿挺多。晚上比如说白天有给我留言的朋友，我就是11点10点多钟统一就给回复了，因为那会儿正好我是剪辑视频，往出导视频吧，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，那会儿是比较闲。嗯，希望大家谅解一下啊，没有及时回复大家的留言。最近呢，也是很多朋友留言呐、特别关心我姑娘吃啥玩意儿，吃的好不好，希望我给我姑娘做点青菜啥的。还是也夸我姑娘啊，夸我姑娘挺多啊。你给那个各位叔叔阿姨说声谢谢吧。谢谢。好嘞，拜拜。拜拜。